大教堂。该说晚上好了吧，你看现在天还没黑。我没有通知，谢老居的一颗星星。踩过了，往回走了，八七哦。我去，谢王龙的25颗星星，感谢感。为什么星星这么贵？会吗？感谢哦，我的200颗啊！靠呀，你那么贵，白星懂那么多，你的200颗星星。
小虾天赋怎么点？我发现打怪打不通嘞，我还送死了。哎呀，那天不是有说我的骷髅阵容被变得很像白痴吗？ 不是也不是这关白痴哦，这关还行。好像又断连招了，感谢爹爹的百颗星。还是以后我开台都要敲你啊？ 干嘛？以后开台就是再敲你，是怕你又没空再打喽？会啦，你在我心中一直没断过啊。看你每次也还好呢，没有啊。 掉，换以后都敲你哈，然后你说：“哎、欸，我开台喽，快给我钱哦，这样子吗？”再舔天赋，剩7点。 剩2点，换6，这个变得还好了，还别的吧。前期好用，后期就伤害不够。上礼拜比较忙，氪星星，100个星星30块啊。然后他。 这样想 ，FB 的星星好像变便宜了，对不对？因为它就只是一个你的钱变成另外一种形状而已，懂吗？
都还要在流亡暗道上面花钱，可恶！要把那个仓库东西花一花，3000块应该是跑不掉啦。先为了抽波比的造型，我就已经花了快10000块了。只为了那个星星 skin 的波比，然后抽完之后就没玩了。恩法之前在国际服真的投资太多了。反正当时在国际，要在手机上买星星超贵，是看你用苹果还是用那个吧。我记得用苹果跟安卓不是有差吗？我现在就是用苹果啊，之前要用苹果氪金就说超贵，然后我就感受到真的很贵，真的贵，这汇率真的有够恐怖的。我也是希望那个啦，你们有能力再给星星就好，没能力乖乖看台就好，看台就好。应该是苹果的手机吧。大家有钱再给就好了。哦，观众改太黑了啦！就这样看看什么？哇，白痴哦！
哦，挖矿挖矿。平安。八点是另外一个狼人杀啦，就是要吃血袋的那个狼人杀。啊，我要面对死亡了，真不好打、啊。我选择死亡。然后巴林都用玩北北的方式呀。我是好的。嗯，不，你刚刚吃比较甜的凤梨，现在有点弹。啊！我是好的。你们是很喜欢看我们骗人，然后勾心斗角吵架，对不对？是不是？看穿了你们的，没事。Amigo 的用意就是这样子，还是 Amigo。像那时候泱泱说他怕玩那个斗争玩到走心，我怎么会走心？我们就是要互相伤害啊！心我会玩得比较认真啊，我说啊好啊，你觉得我玩得不够认真就对了。而且今天喵哈请假，其实又可以再玩一次斗争。搞死了！现在这关是伪王关啊，伪王关是要先打掉四个东西，才能打王的本体。啊，那四个东西嘞，我就只能靠我本人，只能靠我本身自己打。小怪打不到，小怪只会白痴去打王而已。那所以我可能会是不断的死，不断的死，不断的死。好了，打完喽。I am as eternal as existence itself. You can achieve no true victory here. 也没有要逼洋洋玩啦，反正，看这很黑，这很北七，你看，看要闪这个啊，又要打这个。来看我的小弟那边打那边，哎，好像蛮顺利的哦。然后这时候小弟才去打本体，我的天哪，不知道干什么，来救一下，啊，打这边。又回来！我差点死！我的天哪！所以王龙叫恩利哦，啊利恩哦，对不起，还念反，叫利恩哦。就是这样子，第二周目打完了，再要推出打第三周目了。
创建，把这个。工艺啊，工艺啊，要死！嗯嗯嗯嗯，好啦，做一个这个。好，影子嘞，给我海蛋。加耐力哦，报告好烦，加油，加油，帮你加油。我打通还能打虫洞是不？啊，英雄等级，这是再要用的。我靠，好吵哦！喂，加你血量没有屁用啊！你也不知道干什么。OK， 哎，第一关变了，你看他直接死，要他何用？我的天哪，你只会死而已，你还会什么？我的天！打完小兵了，再干开干。哦，这时候讲一句话，死爽没？
爽什么啦？那你还是死哦、喔，救起来就死。等下出去改成远程角色去。繁星，你是什么？我是王贝贝。那看着说，哎、欸，射他，射他！我说，你怎么可以舍得射我呢？好痛，好痛，好痛，痛痛！这样子，他就这样子 damage。还是没要换这个。都会呱呱叫的神器，丢出去呱呱。超低，我天啊！换回来了，换回来。这边不是南瓜田什么？金矿。我个250。我不够强吗？好像是呢。这个吗？那穿这个可以打吗？行。Excuse me， 为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不信！我不信！我靠爆你！我靠爆你！我靠爆你！他说我什么东西小于250？阿姨，
要求，然后嘞，要求小于250。我说要求小于250。好了，算了，算了。哎、欸，等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我那款游戏还没下载，载一下哈，啊，是刚载了啦，可是载了它还在跑，我回去问矿工，矿工，他说我搞力不够，矿工。矿，嗯，矿啊，你加矿的啊，什么啦，没啊。啊，小兵的颗星星。然后环到桥头火车站了，矿等级，他是有采矿值，加耐久伤害人，有啊。哦，这个哦，看到了，挖不够哎 ！Oh my god! Oh my！ 你看，又死了。啊！看，又死了，又死了，又是你，你死爽没？帮你把坦克天赋顶高了吗？你那嘎啦玻璃大炮一样，那你也打人不痛啊？干你死，你真的死爽没？都是金矿哎，是要回去采矿了。
OK， 回去逛。耶、yeah. 啊！你是谁？哦，银的十颗星星，对不起，好怀念哦。对啊，我怀念了三天呢。也、欸、不止，好像是。这样这种有用吗？飞机。哇哦！在采矿，因为在一张地图要采集点数到250才能采金矿，在想说试试看可不可以这样子洗，哎，真的可以这样子洗，这样子找找看吧。工作人员。对啊，这游戏变超级。我现在才在想说，无聊回来回味一下，便等有没有新游戏。最近是有一个啦，就是那个、啊、免，但现在是免费试玩的那个
孤岛有猴子的那一个，那个本来想说都开了玩，可是，哎，好懒哦、喔。啊，没有矿。啊，开到了。没有矿嘞。他真的没矿，哎呀，同志，好 ，S 小心，大死加一，好吧，好吧，哇，宕机，哦，你没听到声音，会宕机，我想说，还没满一个小时，宕机很亏，对我来说了。哎、有了一个矿，好啦，没加也好。少了216，可能在八点前啊，要主线推不过，推不过去啊！看到矿在那边不能挖，心会痒。
小奈的颗星星。多少了？二三十，加十六，加十六还差十六。到你洗的也蛮快的啊，也没有，也没有很快，抱歉。还有八分钟，玩成搞笑游戏吗？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要看什么人玩好吗？啊，没有。要比，要什么？忘记了，你要长途。我先讲哦，我现在失，真的很失礼了。一些老观众的 ID 我可能都忘记了。觉得天气热，记忆力也会流失掉，不止电解质会流失，连记忆力都会流失哦。主要是太忙太累了。完成十八禁游戏，没错。
不用阿米狗也会了好吗？有我在的场合，还想完成普遍级啊？哎、欸，我以前也不是这样哎、欸，就之中很莫名其妙，突然就是很放飞自我，想开就开。还想合家观赏啊，这样子。就流失很多。那因为最近因为那个嘛报税的东西，因为我以往都没报税，不是我逃税，是因为我的钱不够。没有到要报税的门槛，你就知道我以前钱赚的多少。啊，最近是因为有在 FB 工作嘛，然后 YT 也稍微有起，然后就会好奇说，该不该报税之类。因为这个东西我有记单子在你家或什么，所以我问到他们，他们都是用读卡机，然后什么鬼，就去买一个读卡机。然后才发现我虾皮的钱包为什么自动帮我领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早上跑去银行去刷本子，然后晚点还要再去出虾皮的那个。自动领出来很好，很好笑哎，这样子就表示我不能直接在那个虾皮钱包里面弄了。意思就是说我不能直接从虾皮钱包扣钱，而是要货到付款。那我在想说要怎么让虾皮里面有钱，就只能靠你们去虾皮买东西我才有钱，还是我办法是在里面储钱这样子。可以的话这样比较方便，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买东西给补补的话，点点就不用再去掏钱包货到付款这样子。多少啊？245啊！再两个矿，再两个矿。那最近在 FB 工作后，就比较少顾虾皮那边。结果有一个单子是真的已经，他已经下单了，但是我已经快到那个截止出货的时候才注意到那个笔单。哎，这再给我一个哦！看，塞林德嘞，房卡不是啊，就是，也可以用信用卡那些。然后想说，既然有虾皮的钱，就用虾皮的钱啊。想说，就少一个程序，能少一个程序就少一个程序啊。啊，我就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了。给我矿，要开台了，不要开台了，要阿米狗了，快给我矿！好，速水喝起来，好矿！管挖矿有啊？没有吧？会吧？要这样子吗？至于吗？这样子啊，有啊！你有矿我也开心，来，是你的小乖乖。开心啊！还有钥匙哎，太棒！狗很笨呢、欸，OK， 好啦，换游戏。
开始记来宾波波八点再不玩过这个花工会那也安呢波波野结衣我是波彩杰你是波波野结衣我是波我要切换角色你要切换什么角色有没有那个啊欧郎有啊很多有你可以自己找那等一下你就说你的哦你歧视现在几点啊八点啊、哦、八点啊我开台了我才会在这儿啊他是你到底你我刚才重新把这个游戏下载我刚刚也是我也是我也是一下也发现，这什么时候大？对，十 G 耶，比 DDD 还大耶，超傻！我第一个反应也是这样，整个就超莫名的啊！谢谢。这游戏明明没什么东西，对啊，它的档案怎么这么大？我觉得它的档案内，我觉得它的档案应该都是大在那个吧，它不是有抽箱，大在抽箱吧？我觉得那个 skin 啊什么之类的。真正的抽箱游戏，对，哎、欸，重点是这个游戏的抽箱居然还可以用氪金的方式多买几箱，太扯了吧？这游戏还要氪金哦？对啊，有啊有啊，而且重点是氪起来，我觉得这个游戏有 skin 反而不好啊，很容易会被认出来、欸。哎，对啊，因为大家都要长一样，大家都要长一样才对，才对啊，对不对？对啊，哎、它这个跳出可以。跳窗可以把音乐关掉。哎、欸，看，对，有技能树哦。对啊，对啊，哎、欸，记得先点一下，你们先點。哎、欸，我没玩过哎、欸。没事，没事，好吧，等一下会再稍微讲一次。我会引导你的，应该吧？大概啦，大概吧。我自己点数是零啊，可怜啊。可怜呐、啊啊！等一下等一下，结果今天全部都赢，有没有？吓死人！瞬间超过所有人，没那么夸张，好。我跟你讲哦，我这个我好像胜率才一成还两成，我超烂的。我最不会玩这种东西了，我烂到不行。不会啊，担心阿纪没有预言家啦，没有预言家。反正预言家我是预言家。啊，阿纪你是什么？哦，预言家。啊哈哈。看一下啊，哎、欸，那个繁星跟哈纪有看到邀请吗？点天赋可以邀吗？可以进吗？你们点完再来，再那个好了。我刚我以为你们好了，哎、欸，这是哎、欸、可以。对对，哈纪跟我们长得最不一样。对，我想起来了，哦、对，长比较帅。哈纪怎么这样？就金星，哈哈哈哈哈，是大猩猩，我克里大猩猩，大猩猩，猩猩。熏熏，你开薰衣草吗？大薰衣草，大薰衣草。好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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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直接那个喽，不良起来了。不穿了，不穿了。你看起来你像营养不良嘞、欸，我的天啊！你才营养不良啦！你等下被剁，我跟你讲，你会被剁。我跟你说，哎、欸，那我要看一下。波波，你是哪一只？波波，你是哪一只？我是黑人，我是黑人，我是黑人。你看，猫咪。我是猫咪，好可爱哦！等一下，为什么你可以不穿衣服啊？我的天，不点完了，这是吓死我了！怎样，哈基怎么？没有，没钱，想要买新 skin。哦，等一下玩完应该就会有钱啦。薯条，你去旁边吃饭，你不要打。好啦，那个就进去喽。波波，其实我们已经事前有跟你讲过了啦。有，对对对。等一下撞角色，我换一下。好，你是跟谁撞？我的爆炸头被选到了啊！一定是波波。没有，我是黑人。他是不是爆炸头？他是爆炸头吧？有犀利，他现在还有神秘频道、哦。哎、欸，他有超大爆炸头啊，用超大老人吧？哎、欸，对，好。所以繁星是老人了。啊，我忘记先。
你对啊，你是谁啊？跟那个只看得懂你是看不出来啦。谁？我看不出来你的人。老人，一个人，男生。你是一个男生，好。老人吗？就是你确实里面没有的那一个 S。OK， 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有啦，你们看右边那个名字可以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哦，哎，真的哎，有哎，我来看一下他自己的真面目哈。哦，他自己跟雨月一样。哇，哎不哎、欸、不是雨月、那個、是。是谁啊？哎、欸，对，那个头不一样吧？头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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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样。没事，没事，没事。好，开始喽。好，来了，我要称日本一。好了，哈，他现在可以指定地图哎、欸。哎、欸、哦，哦，我们先选北极好不好？先亮一点，不然有一些实在太暗了。说实在，好吧。好，对，你在等我一下嘛。我发现我好，你要干嘛？不会啦，没事啦。我的日本 Japan 衣服，没关系啦，我都穿可爱猫咪了，对不对？你是 Japan 吗？哎、欸，你的腮红在点点上耶，哎，你我刚刚有看到、欸，但是我没讲出来啦，是粉红色的耶，哇哦，我要在你的面前。这样一定是没有那个嘛，没有喂过，喂过什么？你在说什么？没有，粉红色很棒啊！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先把泡泡票死、哦，我觉得是哎、欸，这个人讲话有点恐怖，先把这个人讲话有点血魔样啦，我是不知道是谁啊？你看他的眼睛还是腮红的，怎么办？我肚子痛了，你肚子痛了，我想去厕所，可以，去吧。哦、oh, ，我先看看我是什么， oh. 好、啊，我手上有一把枪，哦、oh, ，我有手表，我是无辜者，无辜者，哎呦，我是无辜者，哎呦，游戏怎么啊？这游戏有那彩蛋吗？我手电筒，好了，给你了，哎、欸、哎、欸，你不要走啦，我不要啦，不你们奇怪、哎，我不要手电筒了。哎、欸，不是、哎，不是那个谁帮谁都一定会死、啊哎。好，你为什么要走到血包旁边、啊？你跟着我啊！你跟着我啊！来啊！啊，这怎么跟我啊？我在捡东西。你跟着我走啊！好，走啊，走啊！我们去偷看别人。嗯，这样怎么打？去偷看什么了？好，偷看别人。啊！我突然卡了一下，哎呦喂啊！我突然卡了一下。波波，你会玩吗？波波，我刚突然卡了一下。走路会不会？我好卡哦，我老卡。我刚突然卡了一下，你知道吗？走路会不会卡？不会耶，很正常哎。不会耶，是蛮顺的。我刚刚有卡，就有点像麦块那个发光的时候，一前一后，一前一后那种感觉。哦，抖抖抖抖抖，是不是？哎、欸，小雨，你的刀很帅哦。哦，糖果刀啊。哦，很久以前的糖果刀。哦，二四刀。不是要去大便吗？哦、等下，允月嘞？允月跑去哪了？不见了。我在哈基旁边。哦，蛋子蛋。嗯，拿到陷阱啦。所以现在一楼只有小雨哦。啊、现在有糖波波那个那种糖果彩蛋吗？刚波波在这边、啊，波波在这里。我卡卡的，波波你卡卡的，波波卡卡的都不能动。波波在哪里啊？那一楼。有，我这先帮你干嘛？我来帮你解脱，波波。不要！我发现我好像编码过载，让我解决一下。哦，对啊，编码会编吗？没有啦，我说我啦，哎、欸，你们让我解决一下，等我一下。我要确认一下我的嘛，因为我的也那个啊，常常会变嘛。星星不要看我，我看到你了。哦，你为什么旁边你的血包，哎、欸，少一个。哎、欸，变身了，变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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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等一下啦，等一下，那里有人趴着，有人趴着。等一下，血魔，你先不要弄我，我在调东西啊，哎，乖。好，应该好一点了。发、嗯、生、啊、什么事情啊？就是你，我照相机拍完了，没了。刚刚好像看到，反正不是小雨，应该是小雨吧？我是这样觉得啦。啊，没有，我站在旁边，我在拍照、欸，哎、嗯。不是我，不要乱打。包包，是包包，是包包，是包包，不是包包啦，没有用，站在后面。现在打他没有用，等一下。这是谁？谁在乱打？怎么两个人都倒了？为什么？为什么？是啊，这边没有用啊！你们要先找保险丝。怎么回事？哦，等一下，哎、怎么回事？等一下，哎、小雨呢？下啦！啊、我刚被打倒了，刚有人一直在乱开枪。哎、欸，我不要救你啊！没有，我醒了，我醒了。哦，晚上会醒，晚上会醒。
刚刚谁在打我？老北怕我啦！你刚很危险呢。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这场完我重开看看好了。好，我重开机。哎、欸、小，好啦，等一下可以出去了。保险丝在哪？我也找不到保险丝。嗯。哎、欸，以前不是会显示它大概在哪个位置？有啊，有啊，我刚放了一个，它黄黄的。嗯。哦，那靠我。哦，有有有有。听到声音了。那是谁、哎？我听到声音了。谁？耶耶！听到声音了，在哪里？在哪里？我放了。啊！我被咬了！我被咬了！你在哪里？在哪里被咬了？我在二楼。我在楼下。我在二楼。楼下哪里？我在一楼，出口旁边29公尺。武器，出口旁边29公尺。他写那个标记。哦，就是你。哎、我在边，那是谁？有一个老人经过。啊！我被消灭了。是我是吗？我看到你了。啊！可是我要解毒剂才能那个，我被咬了。哇哇，哪里？等一下，我们是要你们快跑！我们是要换区域了，要换区域啊，对啊。怎么出去啊？哭啊！可是出不了门呐、啊！你找不到路，找不到路哦。啊！有了有了，你找到了，你找，快跑！出来了，出来了！好冷啊！外面好冷啊！快进门啊！快冷死啦！我被消灭啦！你被消灭了！你怎么被消灭了？我冷死了！好、啊，剩两个人了。啊，剩谁啊？嗨，就剩你们两个人啊，就是你了，是不是啊？你要不要杀我？为什么要杀你？你不是血魔吗？啊？你不是血魔吗？你就杀我啊！没有啊，没有啊，我是觉得你，要不你就杀我啊！你杀我啊！你既然都这么说了，你们在乎？你们在打大赏哎！我会笑死！笑死！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还不杀？啊，你来抓我好不好？来啦，你来抓我啦！我来了，我来了。哎，你的衣服是买的还是抽到的？你在哪里呀、啊？快点啦，你很慢呢、欸。来了啦，来了啦！哎啊！哎、哦欸，我怎么卡？我刚卡了一下，你知道？哎呦，我被地板咚了。你被墙？你刚说墙哦？啊，地板咚。哦、啊，我要重开了，再见。哎、欸，为什么我看你的衣服是吊嘎、啊、吊带衣服？知道？对啊，我看吊带衣有猫咪眼睛。嗯，而且还是粉红色，又是粉红色。对。买的吗？哦，他现在会写说就是谁做了什么，每个阶段谁做了什么东西、嗯，他下面那个标记，我快气死了，就是你烦心，不是，就是我是好人，你不是好人，你把我咬死之后你就跑出去，然后就冻死了。啊！我趁这时间我去蹲个厕所。那我跑回去救小雨。对，你救他，你没办法救我啊！对啊，你是太大，你怎么就自己在救他？我快笑死了。没有游戏，充值游戏币，充值啦！哦，我点数了。我还有吸血鬼 DLC。我来看一下，小雨。游戏币哦，白痴哦，我才死点呢、欸，那怎么买2000？他是不是有 reset 过钱呢、啊？对啊，他有 reset 过钱，我才10块钱呢、欸。对啊，我也只有10块钱，一定是刚刚那场赢来的。对，记得之前还有钱的时候，你钱太久没用就会不见，有没有？哇，游戏币是零啊，你零？对啊，还是你刚没有做到什么事情，所以你就没有？啊、是不是在游戏里面要捡钱呢、啊？就是你要做事，你要拿东西啊什么？这啥、啊？哦，手表。可爱 T 恤。哇，团团的可爱 T 恤要1500哎、欸！1500，那个那么贵啊？贵了吧？真的呢，1500呢。可爱 T 恤，那个也太贵了吧？啊，10块不能买衣服是不是？对啊，
那我换个那个好了。500块才买衣服哎、欸！天哪！天哪！太难吧？因为我是被用了没错、啊。哇，韦德病也很可爱呢，还有狼人呢。对啊，我有看到狼人，可是狼人要 DLC 你才能。对啊，而且还有吸血鬼，闪闪发光。他刚才黑人可以干嘛？你就是在刚刚在黑暗之中很黑，对，就对着你开枪。可是每个人晚上都很黑啊，根本就没差。我快气死了。反正你就是要跳预言家，看到谁就是喊说是他是他，这样就对啦。是他是。对啊。然后他记录很积极的话，他是鬼的成分很高。白痴啊！那我今天就要整场都很不积极啊。哦，粉团那只角色有专属他的衣服啊，真武的。哦哦，是粉红色腮红的。他腮红的位置很不好。啊、哦，我是黑人警察、欸，我的天哪、啊，叫做丽莎、欸，丽莎，他竟叫做亚历克斯，为什么可以脱上衣啊？是正常的吗？男生才行不是吗？女生行、喔，25颗熏熏，熏熏，你今天开薰衣草了吗？喂，来了。喂，喂，来了。哦，哎，团团，你那件衣服1500块钱，刚好抽到的，因为我好像没有花钱买衣服。嘟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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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要怎么加你们？你们邀我好了。你邀我们。我想说，你们那边不是剩一个位置，你邀我刚好啊？没有啊，大家都不见了。哦，真的假的？在啊。对，我看剩两个人呢、欸。哎、欸，我看剩三个人呢、欸。没、欸，好了，我邀了。好诶、欸，神秘。对啊。哎，对。嗯。发生什么事啊？好了。邀。重邀、嗯。好。等一下，为什么按照输入了？走开。怎么那两颗点点呢、啊？这两颗点点是怎样啊？两颗点点怎样啊？剩谁？小雨。等一下哦。哎呦，哈记。我来包一下水饺。No no no！ 稍微卡，我们三个人工作室三个人都稍微卡，真的假的？点两个，我送备用伺服器呢。什么备用伺服器？没吧？欸？不知道。失败。等一下再 看一下吧。再来看一下。圣星星还没进来。哦。加。好。有了，满了。好了，那这次就再一次北极。如果是这样，欸，如果北极进去又爆炸，那可能就是北极的那个。场地怪怪的。北极性向不合。北极的光线太亮了，我已经都调最低了，可以。对，如果不行的话，我等一下也调调看。我想到之前不是撞路人，嗯，有啊有啊有啊，好笑的，直接票路人欸，路人超难，超可怜，莫名其妙就被票死了，不行，路人看到就先票，哎，先票再说。三个人都在抢，这三个人网络不可能抢得完啊，哎、欸，我们300、100，哎，你还跟他们抢网络，还绰绰有余，游戏贵卡跟你那个网络不好是无关的。哎、欸，我真的觉得是这张图的问题、欸，哎、嗯，我这张图一进来，我的右下角的编码过载了，好神秘哦。我是没有编码过载，我有编码过载，没有，我是觉得可能是我性能调没调好之类的。可能把他的那个，我等一下调一下。调一下，他们起来都要伸个懒腰，嘎嘎嘎嘎嘎，调。哦，正常，我正常，我行动正常，我看起来也是正常。给我非常高哎、欸，白痴，我把它调低。等一下，
把它调低一点。他可能预设就把你的那个性能都调高了。对啊，把我预设调超高哎、欸。宝宝，我的后台看起来正常。我在调，我是好人。你在帮我拍照吗？我可以动这个吗？超，好像超，反超，好像还是好亮哦。这边有一个两个人拿的。对，好像会耶。我这边我的后台看是正常的、欸，我的后台看不正常。我的后台看不正常。我现在走路就这样慢慢走了。我这边是顺的吧？你看我有几次？我觉得可能是这张图的问题耶、欸。转圈圈转爆了，可是我自己看后台是顺的哎、欸。我看我自己后台也是顺的、嗯。对啊，我是有点卡。此地图不宜直播。等一下不选这张了，现在这张最亮。对啊，而且这张最不会晕呢、欸。对啊，可是如果这张这样的话就不划得啊。微卡，有些人是微卡。嗯，感觉这张图的优化没弄好。啦，嗯，要晚上啦，要晚上啦。刚刚血魔应该趁我们在讲的时候喝很爽，对，喝爽爽。对啊，好了，等一下下一张，下一张，我们换别张图看看吧。电筒，好啊。哎、嗯，吓、死人了嘛！养马，你吓死哪个养马？哎、欸，什么东西？是坐骑？谁？我不要变身了。我放起来了，飞机。保险师啊，谁照相机？哎，这是谁？啊，卡了卡了，白痴！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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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倒了他倒了。我卡了，我怎么最后一只？卡了卡了，怎么两只？两只都这么多个。我打死，我打死。等一下，我的卡你没？好，我死了。啊！宝宝，你声音好大哦！哎呦，妈妈！不是那个脸，谁看我？我要打鬼，再打鬼，再打鬼！我死了啦！啊！我不是你，你不是鬼哦！我以为你是鬼。我死了啦！我死了啦！你死了啦！我死了啦！我死了。哎、欸，我听有人喝血啦！谁在喝血啦？这游戏也太可怕了吧！这里，保险丝，我捡到，我捡到。我跟你讲，我刚超恐怖，突然大声在我背后，干嘛啦？我也在找保险丝哦。烦，我找不到路了。欸、这里有弹夹，我捡一下。哦，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路，去下去，快冷死哦！靠那个、哦，这里旁边而已。旁边而已，赶快上去，安全。莫名哦，加经验值哎，五十。这是什么的？好，给你拿吧。哦，可以，拿曲线。剩下谁啊？剩下我看一下，哎、欸，怎么看剩下谁？左边啊，左边有人。哦、oh, ，左边剩下小雨、繁星跟他自己。怎么看他都还在？我看他都还在。为什么？探测器。你有阴阳眼哦。是啊，左边。哎，我看，我也看到他都还在。啊，对啊。我看。哦，会不会鬼跟？哦，快去骗他们！快点，他进场。他进场，我们快去骗他们。繁星。先飘他！哎呦，抓到了！他刚刚说他要打人，然后就走过来砍了我一刀。我是好人啊！你们打错了啦！把气啊！就是他们两个，就是一句他们，我复活了！你刚没有投票吗？还没到那个吧？啊，气啊气，快快的！医疗室，医疗室！哎，好机！可爱的猴子，猴子死掉了！我身上有解毒剂。快点，音乐来一楼！我来了！坏人杀了，快点，音乐！你们两个坏人！又是你们俩哥！我下不去，我来了。对，他要复活了，云月，坏人要复活了。我来了，
我来了，我来了，我在你后面。不是，总要是我们两个，不是我啦。他复活了吧？他在哪里啊？坏了，你在哪里？那个枪。不知道。我上楼了，你看我看到你了，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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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在那里啦，在那个角落看到他了。你看一下脸前面突然变色，好酷哎！他那个叫声太经典了。我给你一个赞，我给你一个赞。恐怖死了！垃圾了吧？太难玩了吧！好了，我们换张地图看看好了。我强烈怀疑是那张图的关系。好，嗯，好，我们换庄园。我在猜会不会是 YT 也有一些问题啊？因为我自己后台看都是顺的。嗯，也是有可能啦，也是有可能。可能。嗯，很恐怖哎、欸，真的很恐怖哎、欸，那个被咬的时候，欸、我两天晚上打死四次鬼、欸，你好强、哦，我一直打鬼、欸，超强的、欸。以前有这个吗？庄园有啊，庄园有有啊，有有有，超矮要往上跑的，会很晕，往上跑，有地下游泳池。有吗？哦，庄园哦，有啊有啊有啊，我在地下游泳池打趴路人 哦，打趴路人。因为 我印象中这里面的图最暗的是精神病院的样子。嗯，哦，精神病院超暗。对，精神病院。哇，什么？对啊，大厅是顺着一进游戏就卡哎、欸，我这边是这样，很奇怪。所以是只有那一狼可以看得到左上方还有谁死掉、哦？应该是，应该是普通人看不到还有谁。对啊，刚看到左上角就是那个每个名字都还是白的啦，我看叉叉了。哦、嗯，没有，应该就是狼才看得到。只有狼看得到，有好人才看得到叉叉了。嗯嗯，好像说我的明灯又来了，那个双人合作，我找到的都是鬼。我才叫你捡呢、啊。又找了云月，繁星跟云月，你们先远离我、啊。无辜者，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无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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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我知道是包包对不对？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你那是谁？欸、就是你，你来，你来，你来，我还不打趴你，我踩，我踩，我打趴你就趴在上面就可以捡了，跟你讲，不要，好了好了，等一下，有了，可以按吗？可以，有了，有了，不是那个灯那么亮哦，我是拉杆在外面，你是想喝，你是想喝，哦、我有点口渴，你要不要看我喝？我喝给你看，好，你喝给我看，咕噜，哎、欸。这咕噜，我也会喝，我也会喝。我得到救赎了，我要用四川玩这游戏啊！要求啊、哦，我是用四川话，你是用四川，我刚刚是全萤幕就不行。哦，全萤幕会卡哦，对，他优化没弄好，对，优化没弄好，我自己这边啦。我在盯着波波，可以给我吗？好好好好，你盯着我。我先可以给我吗？啊，可以给我吗？他有四外，我先来的哎、欸欸，我开的机关呢、欸，我。哎、欸，你是谁？你是谁？我庄云月啊，坏人，是小雨。哎，你不要打我，我要死啊！你这是血魔啊！我要打你，因为你抢我东西，我打你，我打你。云月，你发光耶！坏人。哎，他打人呐、啊！假，他们在讲什么？等一下，等一下，怪怪的啦，奇怪、欸，谁怪怪的？这边拿过，这个云月玩啊，感觉怪怪的。营业啦，白痴、喔！是到晚上了，是到晚上，晚上已经晚上了，早就晚上了，晚上了，保险丝放了啦，保险丝在哪里啦？哎、欸、哎、欸，鬼啦鬼啦、啊！有人被打了啦！谁在那边坏坏乱咬人呐、啊？我要怎么救人啊？啊有血清，如果被咬了要拿、那個？有啦，起来了啦，险丝了啦！我跟你讲，好像是团团啦。你个头，怪怪的！我觉得团团跟阿基都怪怪的、欸。哎、啊，是可以、欸，我被救起来耶、欸！我被救起来耶、欸！你好不好？我被救起来，先打团团，先打团团，先打团团。我觉得哎，干、欸、嘛？包包包包很积极哎，包你不是不是，奇怪，然后我们三个都是好人，我们三个都是好人。哎、欸，觉得。超莫名的啦！你们自己判，你们自己判断，你们自己判断。哎、欸，哈基也怪怪的，他犹豫了。我刚才犹豫，他想，刚刚我就在怀疑，原来你其中个怪怪的。因为隐约救我，隐约解毒剂，隐约救我起来。解毒剂吗？我刚刚戳了一个人哦。好好好，谁想再被我戳一下？来，过来。我不要。
那我跟小伟跟繁星是好人啊，因为我们三个刚刚在一起都没有、啊、都没有那个、啊。波波不可能变身啊，因为他我刚刚盯着他没喝血袋。对啊，那我们三个是好人，那就是阿基跟云月啊，找一个不是票啊。云月不可能、啊，他没变身，那代表他就是阿基啊。阿基就算变身，你也可以用东西救别人啊。阿基，哎、欸，你侦测我，你侦测我。我只有枪，我只有子弹。哎、欸，你为什么放陷阱？抓鬼啊，不然呢、欸？哦，这是抓鬼才能用的吗？踩不到这个人鬼，啊，那个人不会踩到，鬼碰到会受伤的。哦，好。阿信在哪？我在你旁边啊。哦，哦，这边有保险，手电筒，这边有保险。你干嘛？你干嘛？陷阱，我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是好人，都是好人，都是好人。等一下，我们要去找保险师啊。不然怎么去下去？这边这边这边，有个这里一个，这边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后面一个，后面一个。小雨，你人呢、啊？小雨，啊、我刚找了一台保险师啊。没有，你是鬼。我没有啦，我在开啦。保险师在另外一边，保险师我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要放了，我要放了，我要放了。对，我要晕了。哎、欸，这游戏太可怕了，这游戏太可怕了，太黑了吧？哪里？保险师放了，我放了，我放了。哦，不需要了，是吧？啊，下一条路在哦，下一条路在我这边，我这边。在过墙壁那边，在哪里？很远，哎、欸，好像哎、欸、是两条路，是不是？对，很亮，这边走到。这边看起来像两条。一区有两条可以出去的路。哦，这里。哎、欸，完蛋了，我跟你们脱节了。我出来了，我出来了。Go go go！ 我到迷宫区。我到迷宫区了。到了。哎、欸、哈哈记。哎、欸，敲迷宫哦。哈哈哈记。对。嗨、欸、哈记。我觉得我要先看一下那个 skin。可是晚上你也看不出来啊。也是啦，欸、可是这张好像比较亮一点。对啊，这外面好像比较亮。这张外面很亮啊，外面这张外面很亮。很多尸体耶，超恐怖。嗯，欧宝，你怎么越跑越远？没有，我在踩那个，去看那个。我。对，我去看那个。哦，这里是出口，是不是？我们两个是好人，是吗？哎、欸，出口，这可以拿、啊，这边逃生的吧？到时候逃生口是。哦，获得猎枪哎。嗯。哦，有解毒器。哎、欸，等一下，为什么我看团团是这个叉叉、啊？我也看到叉叉、啊。哎呦，我死了、啊！哎、欸，那上一场不是说老人看不到吗？对啊，啊，你们看得到吗？你们没，因为我是早上被票死的、啊。哦，哎、欸，看回来，看回来。我是早被票死的、啊。那应该是被票死的，会看得到、啊。被票死会显示啊。被咬死的不知道这样。哎、啊啊，我没有解毒器，谁有？谁有？谁有？来，我有，可是好远、嗯，你们在哪里？那有没有看到一个叉叉，一个解毒剂的？欸、我有，我拿到了。哦，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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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有鬼，有鬼，有鬼！怎么又是我？我没救，我救起来了，但是他被倒了。怎么这鬼是荧光色的？好荧光哦！荧光的，快笑死！在哪里啊？等一下，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去开，我去放保险丝。哎、欸，我是被打倒的、欸，我被救起来又被咬、欸，我救你，我救你，在身，我救你，哦，可是我没有药哎、欸，笑一个，阿基，啊，保险丝好远呐、啊，还有保险丝吗？我没有看到、啊，我看到了，阿基，你干嘛？阿基干嘛？就是他，你好，哎。嗨，你好！有保险丝放了。嗨，你好，在哪？出口在哪？那边，前面这里。白天打哈基就好了。啊！时间到了，逃跑失败。对哈。明啊，是明啊。我还没讲，就把我射死。不是，你怎么不朝天讲？我想说，你就把我射倒，我是要讲屁。老婆在乱，是不是不行？我等下先把婆婆票死，我不管，我第一个就要打婆婆，你要看到就打他。真的是乱源。不是，等下，我在想说。哎、欸，因为我跟繁星都是好人，因为我们在互相彼此看。不是，好，你跟繁星跟小雨都是好人，没错，三个好人。那问题是还有三个人，只有两个是血魔，你怎么可以认定我就直接是血魔了？没有，因为我们刚刚那边有一只鬼啊，然后那我实在是想，
接下来就在傻眼。不是啊，这件事我根本就没有在你们旁边啊！你怎么去我在旁边？而且小雨是鬼呢，我是鬼啊！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可以逃离第一区吗？保险丝两个都是我放了，然后我还第一个死。我是去偷捡保险丝，然后捡起来。我也是最衰呢。哦哟！我想说，波波是我是好人啊，那我就演好人就好了。就你下一个。早知道刚就票哈记了，在那边雨月跟哈记选一个，气死我了。我们没有，我跟你讲，这游戏其实没有，不是两个血魔，是三个血魔。对，还有波波，还有波波。对，两个血魔，一个狂人。对。一个乱源，哎，不是，我是 Lisa， no， 你是乱源，你是乱源，乱源，哎，不是，我刚刚被救起来又被咬死，白痴，我跟你讲，我要咬别人，我怎么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啊，这报应来了。那你超多人，我怎么知道就咬到你了呢？我也不知道、啊。无辜者，无辜者，哎呀，哎呀，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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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你光闪，好黑，好黑，好黑，离这个游戏远一点。哎，我的弹夹了，啊，经理人呢？我在这干嘛？对啊，你又骗我，你又打我，是不是？我只在捡弹夹了，我在咕噜给你，是不是？这么想被骗啊？我已经心累了。捡个弹夹，你也说我要骗你？不信，怎么不见了？太忙，你在干嘛？你是想骗我啊？我骗死你，跟你讲。刚都是你在那边乱讲话。拿不到，你拿啦，来啦，你拿啦，耶、yeah, ，有散弹枪了。哎呀，哎、欸欸，不，那个什么，哎、欸，这谁？这谁？你如果是血魔，最后一个杀我，我不让你拿东西哦。好好 好, 好，最后一个杀你。如果我是的话，阿波，你又在哪里啊？波，我在放陷阱啊。哦，哎，哈基，哎，我跟着你，我跟你，我跟你。啊，哎、欸，有人喝血哦。谁？谁？我靠！你要不要换四重花看看？我先四重花、啊。哦，哎，有人把血包喝掉了，是不是你？我在你后面呢、欸，我在你后面呢、欸。不是，还是繁星。我刚刚就看到血被喝了，你洗的。好，没有，我们要一起走啊，不然的话没有那个、哦、对，不在场。我们要有人验金水啊，验金水。对对对，快晚上，快晚上。啊、哦，晚上了，完了，晚上了。保险丝在这里，这里有一个，怎么有人爆？多、哦、啦。前面有个保险丝，可在墙后面。哦、这实在有够黑的啦，到底。哦，那太大了吧！抓到一个，哎呦，吓死人了！你干嘛啦、哎？你为什么在我？你为什么在我前面把血包喝掉？你说说看。我放了。是不是你？谁？我没有血包。哈记前，刚才我走过来看到哈记前面的血包不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喝的。那个哈记，他后面发现他走过的血包也没了。哈记，哎呦，五郎哦，五郎哦，要死我！撑一下，撑一下，撑一下，躲开！去哪了？哦，我先躲起来，太可怕了！你好可怕！哎，等一下，看哈记放血他。好，放血他就对了。先放血，先逃出去，先上楼，先上楼，先上楼哈。哇！那、啊、你们人嘞？我在楼上，我在你后面，在你后面。等一下，等哈记，等哈记。走哪里呀、啊？我来楼上，你们不要都死在下面了，死在下面就好笑喽。我上来了。等一下，这个完了，我画面越来越雾了。完了，又雾掉了。完了，我觉得哎，我本来就嗯。我觉得有点尴尬了。我的手电筒，那给我吧。死掉了，死掉了，你死掉了。我觉得会不会是在骗呢？不知道，不知道。觉得害怕，我觉得你们现在人都好恐怖哦。对，我也觉得害怕。嗯，可怕。谁在射东西啊？我在拿解毒剂，他射那个。上课有个妹妹讲话的声音。那个拿刀捅就好了啦。等一下，我拿刀好哦。对，我怎么有种感觉，哈基说他死了，其实他根本活着啊！等一下，不是那么觉得，你这边好重哦。不是，因为你这个游戏很会，我不会玩游戏哦。你很会，完蛋了，又晚上了，好可怕！已经晚上了。你怎么跟人家有时差啊，波波？差不太一样，我美国人。白痴哦、喔，不对，这不是装血包了，吓死我了！對對對，我以为是装血包的，谁还没开门啊？哎呀，不要玩门，保险丝啦！
村民在哪？我放了，我放了。路在哪？好记在后面，好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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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死掉了，是？你在我面前变身呐、啊？掉了哦。在哪？在哪？他在角落，还角落，还角落。有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你在我面前变身了、喔。去下一区，去下一区，去下一区。开了，看吧。你刚才跟着小雨，然后我看着你的，在我前面变身。等下，所以雨月你有死吗？雨月你有死吗？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等下把哈基票死。可是前提是要找得到他了，我觉得他会走另一条路。他可能换路走是吗？对，我觉得他换路走。嗯，我就死掉了哦。没有，你没死啊！我刚刚被我讲中了，被我讲中。波波在干嘛？砍我啦！啊，打到你了。不是，他是重一点好吗？对不起，我是想帮忙那个。哦、oh, ，相机耶，我相机。哇，相机等下血魔咬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拍他了。除非你也是血魔。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哦，治疗一下。阿基很会躲哎、欸，就是我死掉了哦。阿基明明就没死，不要少被骗。他躲在角落了啦。对啊，赶快找保险师。保险师在旁边而已，保险师在旁边而已。好。最好一条、啊。这边。等一下，那个保险师。我听到变身的声音。等一下找到什么？真的。好远、哎。我死了。哦，白痴！我被那个吓到。哦不！完了！完蛋了！哇！啊！啊！我出去了！完了，我走不出去了。我出去了。人都死了，是剩谁？就是你呀、啊！哎、欸，我出去了。哎、欸，小飞。小野出去了，小野出去了。哎。还剩谁啊？还有波波躺在他躺在地上。不是，为什么我那个门出不去？我讲一下、我卡到哈基，结果差一秒就走，可以逃出去。我跟在哈基后，你应该他跟在我后面，然后我跟在后面。繁星就是你吧？你们两个鬼，好烦哦、喔！一直我当鬼烦，这游戏当鬼超累了。我就不会玩，没有你杀很大哦、喔，没有，有，我死掉了，你们都不信。我已经不是人了，我只是变鬼了。哎、欸，等一下，我刚刚那个门为什么不能开？这不正常吗？啊？哪个？我刚刚有一个门看起来像可以打开、有一些门是装饰品。谁的？你讲一下。对，它其实是装饰品。要拿出你的卡刷下去，它就开了。你说刷卡吗？好。这储木场有一点没有印象哎、欸。这个我好像没有印象。因为我有印象的是森林，有，这个也是那个啊，在户外的，嗯，好像在户外的，哦，就是小木屋的那个吗？我没印象啊，反正会有一个很笔直的通道，哦，笔直哦，是有那个，哎，跳出来，哎，为什么？哎，断了，掉了，哦不，还是他看那个全部都打画面嘞，哎，我没画面。Bobo， 他说 Bobo， 他说 Bobo 怎样了 ？Bobo 你怎么了？喂，有听到我有讲话吗？有，没有？我现在没画面呢，我重开看看。你哦哦，所以是 Bobo 出问题了吗？因为我刚刚看全部人都打高声 ，Bobo 在转而已。对啊，嗯，哎、欸，奇怪，那也安呢？那也安？奇怪，奇怪，完蛋，我会遇到上次小雨的问题啊？没有，上次小雨，上次有人是纯粹连不进来吧？我看他是正在更新中，我打不开。哎、欸，我还是十块钱，十块钱，看看，我看一下我多少钱啊？我也是只有十块。哎、欸，我可以点进来了，我点一下。点这个，然后要砸扣。我零块、欸，我抽完了，抽完了。他好像是升级才会拿到钱，是不是啊？我来抽一下。没有钱，没有，我刚升级，不能一个一个抽，不明能。好，没有点数可以，你还有杀到人，
吓到人！我刚刚什么都没有，刚刚不把你射倒，应该也很多。别不要再刷啦，好吗？粉团，我们应该没有心结吧？啊，早就有了，好不好？只是越来越大而已啊，结大了。不小心把你射倒，我没有可以抽，好想抽哦！有了有了，充值游戏，我不想充3.99个游戏，3.99抽一箱，哇，一箱而已、哦，贵了吧？一箱而已哦，看看，哦，有了有了，我有了。这样子，然后还用游戏币换成货币，我的天哪、啊！都好了吗？我来了，我来了。哈基把帽子拿掉了，然后不把帽子拿掉了。啊！你们太常，你们这有些人太常当鬼了，太可怕了。哎、欸，那个刀子是汤匙的造型，好帅。对啊，汤匙大人，是汤匙杀手。对啊，汤匙杀手、欸。然后汤匙慢慢敲喽，棒。宝宝，我跟你讲，你不用太担心啊！我第一次玩这游戏，2个小时，我一次鬼都没有当到。好哀伤哦！真的啊，我们那次第一次开台，我完全没当到鬼，然后我等级低大概2等吧，因为那个等级太低了。因为当鬼的经验值比较多啦，对，当鬼经验值比较高。看这些等级10等的，你看他们，就是他们常当到鬼，你知道？那个10等跟8等的，等一下先投他。为什么要跳回来了？没跳回来，欸、这一关有鬼，我跳出来了。这一关是跳出来了。哎、欸，这次换哈记耶。哈基卡住，哈基卡在游戏中，好吧，大家不要伐木场，伐木场怪怪的，不要伐木场好，哈基能，哈基卡住了，哈基，走出去问，啊，喂，我倒掉了，啊，就看我觉得真的是伐木场的问题啦，有可能，他伐木工，他总共几个，刚好重开一下，嗯。电脑好，今天多灾多难，这游戏也太那个了吧？应该说这游戏优化怎么这么久都还没做好，真的是还是没有做好，真的还是没有做好，欸、没有做好他还敢做那个排位？对啊，七百、你反观那个 DBD， 我的天哪、啊、哦，嗯。现在开始在说其他游戏好，对，开始讲其他游戏了，有没有？还有什么可以看啊？没有什么东西嘞、欸。来研究一下技能树好了。不用研究了啦，反正用不到啦，还是一下就被咬死了，有没有？没有啊，还有是用不到啊，一开始你就被票死了，怎么会用得到呢？对、啊，一开始被票死了。哎、欸，你知道我的名次是在11834名。我是你已经解锁可以看排位了，我没有有个高分榜啊，高分是8930看排，对啊，你看我多可怜啊，怎么看、啊、真的那是每日好不好，是今天的啊，对啊，就点那个啊，你个人衣服那边嘛，他、嗯、不是很像股市的第三个超好高分榜哦，对啊，高分榜，哎，我只有3863，哎，我是834可能，你看东西失败，失败。观看个人高分，7839，回来了。感觉有当鬼真的经验值高很多啦。这经验值不，我名次是9000，嗯，9155，我失败还有2000。五、嗯哦，有了，我要他记了，有了。感觉那是里面有没有做事。好，我们再看那个个人讯息那边有个高分榜，就是你今天赚到的经验值。嗯哦，高分榜。对对对，要做事，不然没做。对啊，你还是要打那些邪魔。对啊。有啊，你就都在当鬼，秀爸爸。你们多少、啊？我11000啊。我5000多哎、欸，对吧、啊？你的5099哎、欸，5000多没有。我就第一场就被波波一下都被票死，我不能做事啊！我2000200，那等于说第一场被票死就有10000多分呢、欸？对啊，你是不是看错啊？是名次跟没有不一样哦，名次跟分数不一样哦。我说的名次，我说名次，你说名次不是分数哦？我是说名次啊，但是大家都是说分数哎，我们也是10000多分啊。那我们是10000多啊，我们也是一万多名，好好好，我13000呢。
你要看看你的分数多少。我分数只有三千多啦，三千多。哦，三千多。五千。我想说，啊，我说你一万多，哇，多少？你怎么搞的？开场杀我快。抱歉，我记得是这一场啦，这一关才是。这一段，所以那伐木场感觉是新的，伐木场，但是不知道什么一直卡，可恶鬼。好想看、啊，就是一个那个小迷宫的那个。对，要我拿尺哎、欸。对啊，你为什么会有尺？为什么有尺啊？因为我是老师，那顾小老师哎、欸，是有尺之人，老司机吧？老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无辜者，无辜者，不行，我不行，记自己两场让鬼，真的是。我不可能，这个不会事不过三呐、啊。那之前他那个谁小雨就直接两小时都没当鬼不是吗？啊、那个几率是有几率的，事不过三，那叫试试看看啊！哈哈，你不要，我不要陷阱，为什么？我觉得他不好，因为他是鬼，他是鬼，他不能放陷阱。啊，因为我想拿解毒剂，解毒剂比较能比较能救的。你怎么雷下？你哪里怎么？我直接走掉、哦。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干嘛？我在找解毒剂。哎、欸，我要解毒剂了。那个水里面怎么亮亮啊？我要放，可是被拿走了。你有灯啊？你跟你讲，你打死我，可以从我身上摸走。真的假的？假的。放了吗？耶、yeah, ，我放了。嗯。我有很多手枪。解毒剂是要用到三之后再救，还是他？刚刚有放一个那个。哪个？你放了什么？保险丝。现在吃你完了，我要杀你！现在保险杀你！过来，过来！等，我不要跳他！我不听，我不听！过来，你有鬼！不是，等一下，阿爸刚刚有一个开关，那个是什么？你过来看。哦，你说的开关哦？开关？对啊，那不是保险丝哦？那不是啊？是啦，是。我这里啊，这里，怎么可能？这边是我，这边是我在的地方呢。这里呢？这个、啊，这个不是，这是拿狙要枪啊！这是拿的，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要走了。他一定是故意的，他要变身，他要变身，你是要变身了？你是要咕噜一下了？我没有咕噜啊！这里好黑哦！没有他了，他保险丝哎，正在找。是的啊，我看到了，看到了。啊，不奈都没挂掉了，保险丝怎么不捡？你怪怪的，哪里？我已经捡起来了，傻眼。傻眼，猫咪，喵。哎呦！我听到喝血声，有人在偷喝血。吃包包，吃包包。什么？我不是我。我声音了，我放了，我放保险丝了。白痴哦，不会是那个吧？是不是还缺？是不是还缺？还有一条是不是？那坐轮椅的都能叫啊！哦，后面这里。后面。他进拿了是不是？我拿。好。不是吗？啊，保险丝捡到了。嗯。不需要你了哎，怎么办？放了。好。我觉得。真的怪怪的哦！不是，我觉得哈基怪怪，为什么你看到保险丝没有叫啊？对吧？叫，当然没有叫啊！我叫了，你可以算对我。有保险丝，有保险丝，然后你要打哪去放之类的。保险丝耶！波波来了，波波要喝血的。谁在开枪？没有。我是战地记者，战地记者是吗？战地记者，战地记者，你可以拍的照片很少，不要一直拍光。好。你为什么会蹭我的怀里呀？啊？我看看你嘛，让我看看你、啊。我捡过了，我捡过了，你捡。让我看看你。没有，看看好，我捡。那个是什么？追踪器吗？追踪器装哈记啊，装哈记。来，看我，我准备喝血包了哦。看我哦，来一二三，嘿！你在浪费道具，你是不是鬼啊？他是吧？他刚才也是鬼的时候乱造啊，看起来就很像啊。包，你用它，包，你用它，快点，你放血，放血，哈记放血。哇塞，你这么哇！哎、欸、屁啦，谁来拔票死啦？谁？哎，你们，你们这四个，我没开枪，我完全没开枪哦。我觉得你两个怪，我刚刚多开了一枪，是我多开了一枪。是你，我多开了一枪。来，包宝，开最开心。啊！你开最开心哎、欸！不是说要票他吗？没有，谁跟你说票他？我是说放血。等一下，为什么砍我？我打到你了吗？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我是说放血啊！哎呦，要我救啊！我的天哪、啊！啊，不受控啦！完蛋啦！失控了！忘了。是恐怖。保险丝。失控。我觉得包真的怪怪的，看到保险丝刚没有剪呢、啊。哎呀，黄黄的啊！
哦，在这里，在这里。装了啦！我不需要保险丝了，开了门，开了门，开了，开了门，开了门，开了。装了啦！有有，我来了，我来了。啊啊，这个没开。小雨，你是不是喝血啊？没有啊。这边血包怎么都没了啊？那我刚没有在这边，一关不是要票一个人吗？这样才会。对啊。才会什么平衡啊？哎、欸，这就要门了。哦，这就最好了、啊。这里是门、嗯，但是不对啊，等一下啦。哎呦，有你刚刚不是 C、欸、有拿侦测的东西吗？刚刚就是没有哎、欸。刚刚哎，这有解毒剂，这有解毒剂，这是致命针。哦，这致命针啊！戳人，戳死人，戳人的不要拿啦，谁拿就是鬼啦，戳死人，不要拿啦。谁拿就来戳你的人。我还是有宝哎，不要再觉得我哎，那你先飘他，反正够，我把我放起好不好？放好，放就好了，不要再不要再不要再砸了，一个人打就好了，刚刚太多同事打了，好不好？不要，你过来，你不会死啊，打开，不会死，不会死，鬼，不会死，我来这里，我来这里。你打死吧，打死吧，这边一个人打就好了，不要太多人打，要不然打死了。他跑掉，他要去变身，他变身。他是鬼了，他是鬼了，他是鬼了。啊！为什么卡了啦？等一下啦，我卡了。我卡了。哎，我打了，我打出口。你可不是树咬人呢？哇塞！对啊对啊。嗨，我打在出口。哎哎哎，等下我走了。到那。啊！哎、欸，我看到波波哎，波波在波波在出口，波波在出口，是不是？我的画面全部都是透明的，好，为什么？你是不是断掉了、啊？刚刚突然卡了一下，然后呢就看不到波波，你知道吗？隐形杀手啊，小雨也很会蹲呢、欸，蹲超久。没有，你知道你们刚刚不是一直在看我吗？小雨就赶快去喝血。对，我去旁边喝血、欸，我一直在喝。波波，哎、欸，谁怪怪的哦？那是在哪？你们很远呢、欸？哦，我才刚过来这里啊。有我咬一个，我咬一个。就知道他既是无辜的，就像被波波票死。因为说到票的时候，大家同时开枪，然后他死了瞬间又多就多开了一枪，他就被票死了。对，好了，等一下，哎呦，太好笑了。等一下要放血的时候，不要全部人一起放啊，很可怕、啊。真的是变爆了。我想说，哎、欸，大家都开眼好了，好了，好了，就说你了。你是真的看到保险箱？保险丝没剪还是？我看到保险丝，我没有大叫、那個我是说那个啦，波波。波波吗？我是真的没看到，我是真的没看到。就在你前面呢、欸，黄黄的一条东西耶、欸。因为我刚我看到我就在剪啊，因为我刚刚在看旁边。嗯，真的啦。哎、欸。我先票他，不管。先票我觉得他怪怪的，先票他。他已经三等了，他已经不单纯了。三等不单纯。你看他刚刚就已经乱票了，他已经不是那个我们，哎、欸，不对，我们从来认识的话不单纯哦，也是。对啊，他一直都是这样子啊，一直都怪怪的。仿佛刚刚电脑桌前面的画面就是他那个 PS 那张图的照片。厌烦哎，你是说咖啡吗？拉花的那个脸。刚是这样子的，舌头有伸出来，跟某个市长一样，某个市跟某个市民一样，已经是市民了吗？鼓鼓掌，鼓掌，鼓掌，屁啦！宝宝，你这个钱，你是不是又想喝血包了，宝宝？你要喝血了？哎、欸，我想要，我不给你。哈基，你想要哈基？我看到哈基喝血了，哈基是血魔，哈基是血魔，哈基是血魔，他喝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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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放倒，跳他，一个人打他，一个人打他，他真的是就是你最好一开始没生存啊！这么讲得出来就是他了，打死他！打死他了，没生存呢！打死他啊！哎，谁偷喝掉这边的血包？哈记啊，哈记，你在乱喝了，因为他都知道，反正都已经放弃了啦。对，好可怕哦！因为全部都是我，全部都我喝的。你先躲，我先躲，先躲，先躲。到晚上了，宝宝帮我拿，帮我拿猎枪。好好好好好，来。哎、欸，猎枪打血魔很好打，大概一枪他就是死。可是前提是要我射得中。
我们应该都是好人吧？我们都是拿刀子砍就好了，应该是吧？走走走走走。不要推着我走，我就害怕、啊。是我先啊，波波应该是好人啦、啊，应该。那干嘛？反正默默滚床滚床，我干嘛滚床啊？我很怕小雨，小雨，该。还要抢大师，大师，大师，是。保险释放哪？放哪？保险释没看到，我们、哦、有我这边可以放一个，你看，我这边可以放一个，我这边可以放一个，我放一个了。啊，下面、欸、这边，下面。哎、欸，卡住了，卡住了，出口，出口。啊、你拿，我拿这个。你怎么了？这有啊！我遇到了，哪里？这里可以放水。在哪？在哪？下面有。不是有保险？哦，在哪？小雨。我拿一条了，我拿一条了。哎、哦欸，前面，他在前面。哪里？我要了，到了。我帮你。哎、欸，哈基啦！打死他啦！他在哪里？晚上不能，可恶。晚上不行。哈基，你赶快放、啊。还有一个，哎、欸，啊！我被咬了。我没子弹了啦！哦不，我身上有解毒剂，可恶！哇！等一下，我救不了你啊！等一下，对，哇！解毒剂在我身上，就你啦，允月。对啊，就我啊！哈哈哈哈哈！我嘛，票死吧！不是现在不能票啊，要找白天才能票。对，现在不能票。现在是晚上，是因为这张图的关系。你的时差很奇怪耶、欸，你跟人家时差不一样。等一下，我观察者，我看不到那个，走开！你怎么一套两只鬼？对啊，我真的是很衰耶、欸，有够衰。白痴哦、喔，剩这几个人，我知道怎么玩啊！快点，我们走。我真的是呗。被昏倒呢，被昏倒呢，这个东西还坏掉，神魂颠倒。不是啊，你们这样票死了吗？我们这样票不死吧，繁星？可以吧，两个22啊。可是问题是找不到他们啊。我们先把血袋喝掉，好不好？我们不能先喝血袋吗？自己先把它喝掉。哎、欸，可是这本哎、欸，找到他们了，繁星过来。这里来了，刚看到他们在这边。哎呦，躲很好、哦。后面，我看到了。来，猴子，你给我过来。猴子过来。我刚刚写，看到两个人，左右都有，一个。嗯，猴子上楼了。去哪了？啊？我打了。好。不行，要三个啊，波波呢？三个，这不行啊！是不是游戏结束啦？游戏、啊、差不多了、欸，我觉得，因为是有四个人了，还两个鬼。对，差不多了，繁星我们自为之啊，好自为之啊，没戏啊哦，快走嘛！啊，拜拜！团团。难怪那个影月刚完全不想帮我设一插技，因为自己人嘛，因为自己人，自己人，才不能设啊，设了就少一个队友啦。啊，大势已去，大势去了。哎、欸，可是现在血魔晚上喝血要喝好多包才要喝很多、啊，要两倍啊！晚上是两倍，白天是那个啊，嗯，白天是 一整条，一整条超久的，嗯，因为白天就是大串的嘛。哇哇哇！完了！哎呦，那个怎么会突然叫、啊？会叫啊！啊！我白痴哦！现在是怎样？枪战啊！现在对，现在是枪战。现在你们没变身前就是枪战，对啊，你们变身就枪战變，而且他还不会死，他会再复活起来。但是枪战变薄的，枪战变。哇，我觉得这个繁星太难了，太难，你太难了哦。Oh.你怎么被卡住？怎么在这里的、啊？你怎么被卡住、啊？笑死！音乐，嗨嗨嗨嗨，自己人，不行，他到走另一边了。
这个很励志哦。这个很励志哦。哇！没事，他也跳不死你，他也跳不死你，跳了死啊！我怎么跳不死啊？跳不死。第三区了。第三区是两票就死人嘞。快点啊！你越票，你越票，你越票啦！快点，下一个。你越票吗？不要不要不想票，我不要不要。票吗？票吗？不要。哎呦哎呦哎呦！哇，你被你爆了哦！一杯塞有娜拉哦，塞有娜拉，塞有娜拉喽！哎呀，听到有人变身的声音了，跑过来啊！哎呀，跑超快的，可以吃掉了。我操！哦，你第一晚，你们第一晚其实吃掉蛮多人的。都说绝掉 Popo 跟小雨，我快笑死了。就一开始看到前面一个血包就喝下去，旁边就有人走过我旁边说：“哦，你喝血包哦，我抓发现了。”我谁知道？我一看旁边就有血包，然后就有人跑我旁边嘛，奇怪。这很刚好啊！哎呦，我就知道你跟踪我。没有啊，从这里在那啦。你们两个在一起算了啦。不管等下看等下在哪，我就先把你射倒。哈哈哈！谁叫你刚活下来？你刚活下来，我们就可以把他吊倒了。又是他的错。你没有活下来是我的错。你的锅都是你的锅。你的锅。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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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锅锅。锅锅锅锅。好烦哦，这游戏真的。我不要当血魔啊，我当好几场、啊。哎、欸，今天你们两个超级容易打，好累哦，惨哦。我预言家，我猜等一下应该是繁星跟团团，就是你跟小雨、欸。都是你的锅，都是你的锅。没有说中了吧？结果是我跟雨月的，没有，又是我们这样。宝宝是宝宝是宝宝是宝宝。哎呦，不是我。宝宝关到在我前面，好可口啊！好喝，好喝，好喝，喝起来！好喝，好喝，喝起来，喝起来！陷阱，陷阱！我帮你拿，哎，有的，我按打不到，你是打什么？按什么？按这个。哦，我想拿这个猎枪。喝了，一人一包，现金，然后一人一包，一二三，喝，哎，一人一包，现金，这是哪里啊？哦，这里可以过来，哦，欸、地上有紫色东西，要捡，哦，现金，现金，旁边有猎枪啊，我想拿，现金，来，我来帮你拿，你踩，啊、你踩，你踩，我踩，我踩，你捡，我拿。你拿小雨怪怪的，小雨怪怪的，漂亮漂亮漂亮，谁拿你啊？谁帮我来了？我刚咽一口，我都没有讲什么了。帮我来，漂亮漂亮漂亮。我要拿这个东西，我手电筒哦。有啊。你要拿的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你说哪一个？这个我看一下。哎。你拿得到吗？欸、你拿得到吗？哎、欸，你能不能跟他转反方向啊？哦、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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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保险丝减一。哎、欸，还有保险丝，干嘛、啊？出来打谁了？你干嘛、啊？一到晚上，这旁边血包就不见了，我一直跟在小雨后面。他晚上本来就不见了啦。没有，我觉得阿纪很奇怪、欸。阿纪超怪的啦。阿纪超怪。晚上血包会少一个，没错。对啊，你这到底少了阿纪？我觉得你这样不对，我觉得你这样不对。晚上就晚上会少一包。啊，晚上会少一包。阿纪，你是个高级玩家，怎么会不知道？这帮我们今天我们怎样拍怎样拍？没有没有，阿纪。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我都没说你怪了。啊！等一下，等一下，哎，哪里哪里哪里走了？开了开了，没事没事。哪里？我相机，我可以不会对他笑个。你怎么了？你怎么？
我没有。啊、下一区在哪里？我没有。下一区在哪？哎、欸，有解毒剂吗？哦，这里，这里。没办法救你。这里。哇，我先走一步了。没有解毒剂。哦，到下一区了，到下一区了。有，到那个图书馆。图书馆啊！我起来了。啊，好像是。哎。啊！被消灭了。对，阿纪就自己一个人这么爽拿道具哦。对啊，拿多拿一些嘛，好爽哦。对啊，你想要吗？嗯。我们有两袋红红的，你可以拿了。我们小两袋红红的呀？什么是脑袋红红的？你们过来看一下。我那个时候一直以为这个是装血包的，超白痴的。哦，都被喝掉了。穿衣服的，只是衣架而已。我不知道前面哪一场我有吓到，就是这一个。怎么是空的？没有血包吗？超好笑！手电筒是只能照地板吧？哎，抱！没有手电筒可以一直拿着，可以一直拿着，去拿了，去拿了。好，我拿，拿了。要插谁？插你想插的人。啊，看你平常想插谁？哦，谢谢插。你在讲什么啊？封杀毁！爸爸，我是鬼，爸爸在我面前变身了！啊！他没有打死！有了，我拿了。啊！你在哪里？哎呦喂呀！死人呐！死人啦！我在出血。你在出血？很棒，我可以救你哦。人家不是这里，白痴哦、喔！哎、欸，小心，他在我附近。我啦！哦哟，他在我附近哦、喔。啊！我能救吗？不能救。没有那个血清。好险！杀鬼有25的经验，快跑！这么爽啊、喔！快跑！25点啊！波波。啊！为什么这有保险丝团能不拿？啊！我有身上有油料，找不到放哪。哦，这里。啊！好。好了。好，我们去下去。好，我也要去下一区了，爸爸。你去死啦！去死啦！走！哎呦，你为什么要激我啦？他想把你卡在外面吸毒。我觉得你小雨，你们在哪？爸爸走另一边。你们都很恐怖。小雨在哪？你们这一群人都很可怕。刚刚在前面哦，在前面。哎呀，刚前面有人，有就是他，打他。先跳起来！我压倒！跳死啊！通过，他死了。好耶，太好了！有进，应该都不是。小雨他有投票。对。那你想知道我的同伴是谁吗？谁？死人闭嘴！小雨。死人闭嘴！快笑死！太夸张喽，波波！太夸张喽！他进走没死啊？我当然没死啊！你不要跟我刚刚一样啊，小雨！打不到！你不要跟我一样打不到！哎，我打。你还有一个啦！你哎哎，没有我打完了。哎，那 bug 哎，八七。我打完了。要变身了，团长变身了。有了，我拿保险丝了。我拿保险丝了。复活了。我觉得应该没了啦，可能就我们直接走出去。嗯。可是我觉得团团怪怪的，他会守在门口嘞。对啊，有啊，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在哪，怎么找你们啊？真的是难讲哦。你变身后就看得到了，什么鬼啊？没有，你在黑夜也看得到，黑夜会有那个红红框。哦，没有吧？我听到有喝把什么声音？没有啦，没有，你搞错了。团团还没死，还没团团了，团团的。他喝血包的声音，哎，50经验值，好棒哦！哎，你直接杀人50哦，多几分哦，好神哦！快跑！你们来得及吗？快开了，快开了！小雨转了，快点啊！快点，小雨！不是啊，我刚点了。快点啊！他又来了！好了，我怎么过不去？啊不！耶！我对墙对出哈气啊，白痴哦！哦，团团你很雷耶！我就是只能当好人命哦！耶！我给你耶！耶！跑出去了！可恶！哦哟，我前面杀大杀哎，都是你在杀哎，超好笑！我那边捏装，我那边装死。对呀、啊，然后我一直以为团团是好人，啊、果然他怪怪的。我前后面就怪怪的，他怪怪的。我后面就开始欧贝来啊。我是说前面的时候，因为他前面一直在旁边。哎，他金狗被救起来了，我直接大杀。我没有被救起来，你根本没有咬到我啊！啊啊！
啊不，我刚刚射的跪下去呢，你就直接跪下去了。哎、欸，我有到、啊，跪下去，直接跪下去，他打你脚踝、欸。是不是这样跪了？他打你膝盖啊！好痛！哎呦，我心好累哦！哎呀，波波的三等是假三等啊！假三，他是三四等，哎、欸，跳出来了，有人要宕机喽！是波波啊！我换快，我换快哦！哎、欸，那这样感觉不是那张地图的问题、欸，波波的问题，是波波的问题，波波的问题。要我了，这样感觉，等下可以再试一试那张图、欸，说不定只是游戏问题而已。嗯，也是有可能。嗯，怎样？怪怪的。这游戏怎么越来越不稳定了？真的。噔噔噔，有了，波波爆了！我有，你有听到我声音吗？没有，我说你游戏直接已离线了。对啊，对啊，对啊，我这个大便砸呢 ！Oh my god， 大便砸，大便吗？那去厕所吧。不是，真的是反向优化哎、欸，越优越糟。把氪金，嗯。氪金系统都是很多啦，对，嗯，你说优化很好吗？有更多的衣服可以穿，对啊，更多衣服可以穿，很棒啊，对不对？哦，你有每日任务可以点呢、哦，哪里啊？就挑战吗？挑战吗？对，对对对对，哦，激活吗？还是什么？激活，有欸、你要先激活。哦，有哎、欸，激活一下。玩疯人院意图就一个老闹，我点一下。我一个玩庄园，对吧、啊？然后我收集两条保险丝，两条，两条保险丝，两条保险丝。我收集两个保险丝，有任务居然两个、欸，哎，好爽！哎、欸，不是、欸，哎，这个是选任务上去解呢、欸，对吧、啊？有一些是选任务上去、啊，对，有些是要选固定任务。对，我完全没激活，可恶。我是直接找两个保险丝我就 OK 了，我也是，两个拉杆、哦，然后捡五个东西，太爽了。那等一下透可一下、啊，我需要手电筒，嗯、手电筒，我还要击倒五只狂魔、欸。我有一个窃取另外一个玩家的打靶目标。哇哦！打到一半要叫小哥，哎、欸，小哥给你打，给你打，给我，给我。我的任务是等一下要杀死一群人，那你们可以帮我一下吗？先把你打倒好不好？先盘打，不然你解。哎、欸，我要打五只恐魔，你要让我打吗？就等一下，等一下，我是繁星。使用。哎、欸，他还有红色的任务哎。可是那个有一些锁起来，那等级不够啊。好像等级比较高才会开吧。嗯、啊、嗯，我怎么开不起来啊？波波爆炸了，重开电脑。等一下，我把那个。工作管理员关掉。好。哎呀，哦，还有血魔的、嗯，有啊。玩家是打恐魔，啊，恐魔是放倒玩家。哦。跟在第二区域中处决玩家。哎、欸。哇，还要特别、哦、特别指定第二区、啊，指定第二区。第二區。他发现，在第二区有人倒的话，不是我、哦。不是我、哦。跟是谁的任务哎、欸？对啊，究竟是谁呢？哦，迪士尼的关不掉，啥耶？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哎呦，哇，你被绑了！哇，对啊，你哪会安尼？你 是开外挂？我没有开外挂哦哦哦！加油啊！不是他开外挂还跪在你面前，真的是很羞耻哎！你觉得你怎么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你可以跟我讲。搞不好就是你牙齿比较长，应该咬到他怎么咬到？Oh no! Oh no! Oh no! 哦，好险！怎么了？我在抽东西。
你怎么又可以抽？有什么可以抽？怎么可以抽？怎么可以抽？我就氪下巨人没。哇塞！哇塞！你这个游戏氪金？啊！你俩小氪一点点，至少可以抽。三点九九可以抽几个？我是氪400多块台币那个，我现在抽还没抽。哇！四百多块台币哪一个啊？不是我45游戏币吗？445差不多15块的15美吧，15美哦，14.99那个，嗯，他写推荐呢、欸欸，真的好像比较好哎、欸，啊、这个比较划算呢、啊，比较划算。我还是要当一般的人就好了，不要太明显啊，太明显容易被针对。所以波波你是好人吗？回得来吗？请问你回得来吗？回得来吗？哦，他去重开机是不是啊？哦，有可能，应该是啊。他是叫我们磕下去吗？哦，叫我们等的时候磕下去吗？这磕下去，要有画面就是要氪金的意思吗？哦，不，哇，好危险哦！我要当免费仔，是会显示我的账号哎、欸！天哪！哇，太危险了吧！我不氪了。太危险了吧！不氪了，不氪了，不氪了，不下去了。太危险了，不氪了，危险！喂喂喂！没有，只要把荧幕遮掉就可以氪喽。哇哦，好像很聪明的样子。别啊！台币百。哎、欸，我后面的每日任务它是锁起来的，为什么？等级不够啊，等级不够吧？哦，他等级写太小字了吧？超小一个。好，要九等十五等，这可以的吧？以为我这画面氪金了吗？没有，只是看一下而已。哦，有一个造型好帅哦，氪了啦，谢谢。我抽到一个女生是我有是 OL 的衣服哎、欸，哇，哦、很香、哦，这不该氪了，算了哦。哇，我那我抽到一下好了，妈，地瓜吗？抽到什么？地瓜。南瓜可以穿一下吗？还是我去看一下？我看一下，我想看，我想看。你现在换，现在换。它是血魔的造型啊，看不到。我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我去你的台，我去你的台，对，我也去你的台。炸鸡，都是炸鸡啦！等一下，我像真的爆炸了，我真的爆炸了。等一下，我像真的爆炸了，抬不起来，为啥？你快点，你快点，西瓜，我要看。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哦、我看到这个颜色很棒，我以为是，我以为是有虎纹的，可恶，可恶，没事，这里来赶快按个广告，我刚刚有吃到广告啦，肯德基麻辣脆鸡，我吃不到广告，太爽了吧，吃不到广告，不，所以你是完全开不起来，对，你是怎样，是点的没有反应是不是？没有，我开小它就会黑掉，然后关掉。哎、欸，看来要call那个咯，你们可以找救兵来了，第二救兵，愿得五十颗星星，谁是救兵？阿旺是救兵，他刚刚那时候更新，还有玩，还有有人哦，哎、欸，哎呀，我玩不到那个了，820等有没有？哎呦，啊，我先去叫他好了，他好像挂在那，好，那我来call一下，call一下他。你们现在是氪金时间，是不是？啊，从没有没有没氪没氪没氪，氪一下有 OL， 我是无氪玩家，对 OL 免费仔，金针资金，我在东石大上面氪了一大堆，都没在玩，东石大狂出 skin， 我狂买，啊就都没在玩，他就要看 OL 啊。OL OL， 换一下换一下啦，哦哟，你们穿情侣。骑你装吗？被嫌了，被嫌了。哦，有呢。为什么我觉得他裤子好不搭哦？对，有点过高的感觉。我觉得他扎进去的那个材质没做好，看起来奇怪。哎、欸，哈基是啊，硬币给他就好了，对不对？硬币给他，然后他就是，他就六个杯子会有三个去选。回来啦！哇，55个可以抽哎、欸，小雨氪了啦。55个可以抽，真的。他一抽一次是一个，啊，总共55是不是？哇，55次也太多了吧？哇，这他抽一次只要台币10块是不是啊？那我想要买个那个3.99抽10次抽手錶，他抽的东西很烂，哦，我知道，就是、很难抽，之前抽就很烂，而且抽到重复也不会给你什么奖励，就是重复就没了。对对对。
以看到历史记录啊，就是看你抽了什么。这个好不搭，好就穿就这个，好不搭。我看你刚刚的猴子装啊，哦变了，就这个啊，什么啊？什么啊？太八七了！啊、哦，一次三个金币对啊，然后一次就是花三个去转六个杯子走，转三个出来。哦哦，什么东西？牙签哦，再开一次看看。啊，那算了。算了，我把钱刻下去了啦，比较开心。哦，他是一次给三个金币啊，没事啊，留下一颗金。啊，不白的啊，随便你了，随便。五十颗星星，在等人，现在等人。变哇！哎、欸，这我一跳窗会发现，真的。什么东西？他会突然静音？他没声音啊、哦？对啊，跳窗就没声音。哦，小雨，我说错了，不是抽五十五，也给你三抽。好，可以。所以是三抽多少？三抽五十？哎、欸，你说五十五三抽吗？一次抽三个，一次抽三个。哦哦、嗯、哦！讲话我结果忘记订哪一个了。呜、嗯、呜、哦！什么东西？他要订杯子，是这种拆杯子啊！哦，他会转 杯。我是拿马克杯打人吗？真的假的？好诶、欸，还有好战啊！这雷切尔 ，Rachel 女生吧，不知道哪个。嗯，要撞衫了，我拿马克杯敲人。哦，就我现在、啊，现在就是。大家都要说变同一个角色了吗？马尾妹是雷切尔。我来了，小雨、哦。哎，我刚想说，我玩一下 VR 一开的瞬间，我就突然一个，哎、欸、呀，我太缺了，我缺了，波波不行了，你快来啊！我来了，我来了，波波他不行了，换我换。哎、欸、哎、欸，阿旺久等。哎呦，阿旺也很会玩嘛，先拔色岛。哎、欸，不是、啊，先弄他、啊。我玩这个已经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哇，老手，不知道多久就这样玩了。哇，哇哇我说中间不知道停了多久是不是。资深玩家，资深玩家，骨灰级玩家，哇。他不知道多久没玩，还有久等哎、欸，我的天、啊！哎呦，我的天哪、啊，哦。我不要讲完就懂了。T5 J 四啊。交载了五十颗星星，我邀你了。我一直疯狂送邀请，可是我手完全没有跳出任何东西。他们好像自己掉了，他把我蓝色的杯子都掉了。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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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玩，我这笑死我玩呀！你进去应该就知道了。进去你画面会写你现在是什么人，如果是红色字迹要讲出来。好，我等一下绝对会跟你们说。我的天哪，要不要一个这么紧张？哎呀。哎、欸，我在抽，哇！哇，那怎么办？抽了，应该是随机的吧？应该是随机的。我盯着很专注哎、欸。直接跳掉！我还没拿马克杯打了。出自于内心的慌张。真的。没那么甜。哎呀！哎呀！你是谁呀、啊？谁呀、啊？一样的。等一下，那个蒙面是怎么回事啦？这边有人要抢劫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白痴哦，那个蒙面人啊！蒙面侠。我刚在姑姑姐在出完 VR 之前，有稍微看一下台。我靠，第一局允月很会演嘛？不聪明哦，演。这次是我的吗？哦，我捡到护甲哎，手电哦，手电筒你打我的啊，我的手电筒，我要解任务。哦，我要手电筒，手电筒，哦，我要相机啊，抱歉，被他进拿走了，被他进拿走了。要相机，我是要相机。我这里有个踏板，它是什么啊？猎枪，猎枪。会蛮喜，铁枪好用、嗯，可是我拿不到，我只能踩着踏板了。我来了，嗯，我来了，嗯，
有红红的哦，很漂亮的。这里都没道具了，很狭长的。哦，我来看哦。哎呦，紧好这些鞋带哦。哎，有没有人要开那个道具？我听到声音了，抽一下。好。你听到声音的话，那小雨没事，因为我刚刚看了小雨，小雨没喝血。我们在团团后面没看到。马桶，所以应该不是楼上吧？楼上的话我们应该都听得到，所以楼下的有谁？楼下的就是繁星跟我在楼上，雨月跟哎、欸，那就雨月跟哈纪，哎、欸，哈纪在这啊，哎、欸，我在楼上啊，没有，现在也不能下去啊。现在下不去啊！现在下不去啊！现在下不去，现在下不去，大家在楼上啊！这里只在二楼。那繁星在哪里听到的？啊，我在团团繁星没听到，你听到什么？哦，我觉得不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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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集体阵亡啊？我们要集体死去了。应该只有听到一次声音，应该还好吧？我要保险丝解任务，前一个一次不一定哦。有一个在这里，还有这里，有没有解任务吗？后面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我解，这里哎，这边我看到有一个血带全被喝掉啊，那应该就是繁星刚听到的。嗯，我要发。哎，他在哎外面那谁？哈纪，我在这里干嘛？放在哪里呀？我因为我看到保险丝在那边啊，为什么不拿？为什么不拿？在哥，在墙后面。我身上有保险丝，我身上有保险丝。我拿一个了，我保险丝拿了，我拿了，我拿了，我拿了一个，我也拿一个。有，我装了，我装了。装了。等一下，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繁星看到的这里。觉得小雨怪怪，刚想不拿。我装了，我装了。下一区，下一区，下一区，跟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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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往下一区。这里，这里。后台门，这里啊，这个是门，这个门，这里这里，吓我一跳、啊這裡。所以刚刚觉得最有嫌疑的是谁啊？因为我刚刚走过窗户，然后小雨看着那个保险丝，然后看，不是、啊、就是掠过保险丝看着我。哎、欸，你站在阳台看着那一只保险丝，一直看着它，你们怪好不好？怎么没过来？有谁要偷东？有谁要偷那个道具的？哇哇哇！不是小雨，哇！谁来一楼？小雨要偷东西。我在一楼，我要偷东西。好，最后一个给你，最后一个给你，快点，快点。在哪里？一楼，一楼，一楼图书馆。一楼图书馆。绕一下吧，绕一下吧，绕一下，让你看看。我的 OBS 没有接到游戏的声音，为什么不拿这个第三个？这给小雨的啦！宗旨是不是阻止别人任务？我在讲了，我要飙他啦！不要啦！哎，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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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扛起来了，小雨真的扛起来了。所以你们在哪？你们在哪？我怎么又被丢下来了？要什么？这样怎样才算偷啊？应该就是打靶的那个吧。然后可能你打了两个，最后一个我把。哎，协助有经验呢，以后找我，以后找我。小雨不要动，好。我拿。好，在哪里？谁是谁啊？我丢给你那个了。哎，我丢到谁身上啊？我没有。那个被跟踪的是谁啊？那个被跟踪的是谁？跟踪谁啊？不是金身上还是谁啊？我刚刚看他是不是亮亮的？变身了，变身了。这个我不知道是谁，我忘记了。我死了，拜拜拜拜。我忘记了，刚没看到。请问这样开枪是有用的吗？可以把它弄到那个啦。对对对，我这边，我这边。他在哪里？我掉了，掉了，不见了。你们没有血清，我就受不了了。可以啊，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救。他会有标识可以按呐。拿，你要先拿着血清，拿着血清。我知道了，这是谁？这是谁？哎，你不要扶我！黑人过来一下。小雨，你这样不行哦。哎，我有加到分哎。我放保险丝了，可以走了，可以走，可以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可以走了。重点是为什么你们都黑的？我看不到啊。为什么没有要拿这个箱子啊？什么箱子？箱子吗？我来了。什么箱子？什么？哪个箱子？探测器。好好好。缺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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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氧了。哎，我现在看你们都是黑的，超好笑。为什么？画面出问题，画面出问题。哦，显示把反正麦克这样子啊。我戳到头。我不相信啦！真的啦，我加125分呢。对，我现在只有。我真的有。月如果是鬼的话，东西在你身上哎！我上张进来，下一个，下一个，卡！哎，谁帮我打两个靶啦？月光彩，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拿一下。我在比较。看到你，看到你，看到你。对对对对，你帮我打。那是不是毒针啊？是毒针哎！等一下，有谁可以？来，我现在有一瓶毒药哦。你是不是不想要啊？有吗？下一个，下一个，来，繁星，下一个，耶！繁星是鬼，我看到分了，繁星。
这里有保险室，这里有保险室。来下一个啊！我拍他了，鬼啊！我都拍他了。我身上有一个保险。哦，怎么两只？哦，有要求我。鬼！不是波多，是黑的。怎么是你？繁星，我怎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你为什么咬我？你跨龙跨不？我在对你照相，你为什么要咬我？我没有，你为什么要跳？什么都看不见。我以为你帮我解任务，你是好人。我是好人啊，你为什么要拿东西打我？啊！我倒了。哦，原来是因为哦，小雨你最后才插下去，所以我卡 bug 是这样、啊、哦，有可能。哦、他是插到你眼睛、啊、因为我真的有戳你。哦，你是插他眼睛、啊，插好插错，零秒救援的有，然后戳到眼珠，我就看不到了。哦不，哎、欸，可是团团你现在活着吗？我死掉了，但是我还是看不到你的画面，我全部都黑的，你知道吗？哦，因为我看过我救到他，可是他最后一秒没有起。是看到绿绿的东西，你知道吗？是两个人，跨步啦。嗯，时间大。哎呦，好恐怖！我的人没有头哎、欸。我看到你用飘的、欸，终于出来了，太棒了！又是我啦，又是你，又是你哟、哦！哎、欸，那我刚刚追踪器有丢到你、欸，好酷啊！我对啊，他有发光啊，我想说先帮他挨一下。哦、嗯啊，就你们两个，手电筒捡到了，感谢抱歉师。欸、有，我有解到。哎、欸，我三个都解完了。哎呦，一场就解完了。挑战，击倒一个玩家，有，刚击倒了。然后用魔杀死一个人，有，杀死一个人。哦，我是第二场击有。哦，你解完成了第二场击杀那个。对对对对，第二区域击杀跟用恐怖主角玩家，耶、yeah! 啊！啊，我的捡保险室才捡到一个，我就死了。哎呀，你要捡两个是吗？对，我要捡两个。好，等一下让你捡。那他可以累计啊，没错。他可以累计是还好啦。哎、欸，我抽一下，等一下。哎、啊欸，来不及了，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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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等下，取消。哦，等下，这是金的，让我抽一下。好好，好抽。拖到 N 珠子。买个胆拿啦。他很喜欢丢。哎、欸，我是有纹路绿色的哎、欸，等下我换一下哦、喔。好，你换。你说绿色的腿吗？欸、等下不能换，换的太明显，我就是我。哎，绿色条纹，绿色条纹。等下。不是我，不是我。欸、有香蕉可以买、欸，拿香蕉打人，拿香蕉打人。我抽到我抽到团团那个的橘色衣服。哈？你说猫咪橘色衣哦？对啊，哎、欸，我拿香蕉，你抽香蕉，香蕉，你有没有看过我的香蕉？我给你看一下，然后你就死了、哦、我的胸口有短短，哎呦，等下我快好了，我真的快好了，啊，你是超上瘾是不是啊？不是，我在换衣服，我在换衣服，女生换衣服要久一点，一单一单再一单再一单，哎、欸，等下怎么换？完成，好了，我拿好马克杯了。我、哦、看到了，哦、想用马克杯丢人就对了。没有打人，怎么丢人那么丑枪？哦，丢人打人，好可惜，不是手枪哦。手榴弹是不是？可惜，其实那过期化看起来不错。疯人院呢、欸？疯人院，这玩这张一定会晕呢、欸。哇，这张我玩这，我玩这张只是我的私心，因为我有个任务是要去疯人院。可以呀，可以呀、啊，私心私心。那我需要手电筒，可以私心让给我吗？现在还有谁任务没解完的啊？啊，我啊，我要捡很多就是道具。这场玩完就解完了，要我要是什么解毒剂啊，什么什么。哦，好多哦，你那个好麻烦哦。他要捡五个。太解毒剂，还是五个血包？没有，没有，就是五个血包，不是的、啊，它就是解毒器啊、哦，然后探测器啊，哦，各种的要踩的，是不是？哦、对，各种、哦、总共五个这样。好啦，你搞不好等一下就当血魔了，你当血魔就解血魔任务吧。哦、没有，
是哦、喔，五谷杂哟，终于杂，终于又是怪，有这样人吗？这张，这张超难走的，捕捉不好走，相机，好多子弹了，我觉得这张我有点找不到路在哪里啊，嗯，暗冥吗？咦、欸，为什么脸上那么帅？是不是？有些，因为有些地方会有那个光照过来的时候，你会有荧幕会有那个反光。哎、欸，羞愧哦！我要不要喝咖啡？撞到人，撞到人，撞到人！要不要喝咖啡？哎呀，喝咖啡，快喝咖啡！这是什么啊？这是猎枪，我想要。给你，给你，给！谢谢你。这里，那你要保护我这边。好，但是你不要反咬我。我答应你，我对你我只用马克杯。还是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对别人会用咬的，你就是。不是啊，拿马克杯怎么了？问你要不要喝东西、哦？我觉得你有点恐怖啊。你在哪里啦？我都没找到东西。哎、欸，嗨，小雨。Hello。嗯。这哪里？只有一台。哦，这这个是不是？对啊，然后我刚刚又有两个保险池的任务。啊！我错了，我错了。你要到什么？你要到什么？你是不是喝到血包了？变身了！你要变身了是不是？不是，我在，我这是什么东西？你什么？放这个陷阱在那个旁边呢、啊？这是什么闪光弹？哦，陷阱吧。哦哦哦！我需要捡保险池。这边有个小被喝掉了。哎，我要找保险师，我要保险师。保险师，好暗哦，我看不到东西。我听到变身的声音，我听到变身的声音。我到底放了什么？在哪里？你在哪里？下一个啦！引诱的口气怪怪的。我笑了很多个啊，繁星。我的手机卡在墙壁外面是怎样的？我靠呀，这谁啊？哪里呀？哎呀，小鬼哦，哈基！你为什么能让我解保险丝任务？这是谁在那边？哦，我觉得我被鬼吓到之前，我会先被人吓死啊！被吓死，你知道这太黑了，我看不到啦！看太黑了啦！哎，这么黑！冷静！我很冷静，我很冷静，我超冷静。白色的剑那一种，哪一个？因为是那个头是那个是光头啊，不是光头啊，那个你才光头啦！他是裸身，哪里啊？他是裸身，哦、裸身太暗了，我完全看不到。我完全看不到，白痴哦、喔，是哪里？我合理怀疑这个有事。这个还有保险箱还没放啊？好暗哦、喔，要等时间了吗？是有、哦、是有手电筒啊！哦、我没有，我抽箱子里有手电筒的。狂暴，那狂暴了啦！我有一条保险箱，放了啦！有了，可以走，可以走，带走一个，带走一个。你干嘛？别动！哎、欸，上去！上去！我插你起来了！哇，感谢！有了，啊，我没有插了。我真以为我就这样结束了呢。阿旺，你没感觉吗？你被哎呦，不是啊，我一个超傻眼啊！刚刚整个都啊陨月嘞啊！刚刚咬我的就是陨月了吧？他刚刚说我要带走一个啦，对啊，陨月，陨月在我这，打他！啊！漂亮啦！走。啊，那就剩他了哎、欸，没有啊，一定，我觉得难说啊，寶寶没有，又是宝宝，忘了什么跟着我，我就不在游戏里面了、啊，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这张图根本就不知道走哪里，我刚刚这张图是要报案的、啊，是什么东西？我是稍微路痴，我根本认不得他，也是走过的。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哦不，走廊星星。哦不，等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啊？我烦心了，我死了，该做事了。哦，我听到怪声音哦。我觉得这张地图有开灯跟没开灯没开灯一样，这太暗了，一样暗的。我放一条了吧？你们还有谁要放？哇，我是不是跟丢哈基了？我还在，你在哪里？这个明显，我还在刚刚那间，我这边有东西。哦，这石路，这谁？我拿到什么？你
要蹲下按 Ctrl 按 Ctrl 按 Ctrl 先打黄色，对对对对对。哦哇，远端教学啊！那看谁是鬼啊？好好，我有跟踪器了，但是要丢在谁身上？我身上有两个跟踪器啊，我跟你们说。我怎么就找不到路到底是怎样？啊、等一下啦，啊，保险丝嘞，都没看到吗？我也没看到、啊。保险丝，可是我现在哇，找那个找不到。哇，保险丝在哪？哇，路很难走，太黑了吧？是啊，这门可以开的。我一直走回这个大厅的，你找不到，找不到路出去。小雨迷路啦，找不到了，去下一区。哎、欸，真下区。我觉得我是不是要跑了？好吧，我觉得好恐怖。白痴哦，你可以亮一点吗？亮一点，亮一点吗？太黑了，超黑的啦！哎呀，对对对对，哎呀，我被吸啊，我被吸啊！啊，我被毒死啊，被毒死！好好好好，哎，那个，哎，你说那个，哎，这是谁啊？蓬蓬头，这个好潮哦！我啦，蓬蓬头。我们三个都不是，我们等一下，没，我只是想放一下而已，我只是想放一下而已。没办法，你不是有差吗？给你一个，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差点往楼梯下面走下去。不是因为我就纯粹没东西放，你知道吗？这样我们不会发光，然后鬼就直接找到我们了。好问题哎、欸，没有啊，好，不是鬼本身就看得到人在哪里吗？我觉得对。反正要死，我们还一起死啊！有差。小雨，你是不是啊？小雨，小雨，我觉得小雨就让他倒了，我不管了，我们三个倒。这样直接让人家倒没问题吗？他只是他的血会没，不是吗？是不是？等一下，保险丝你放了吗？变了，小雨。他变了，他变了，他变了。不是我。他明明就是。明明不是我。啊！我爆了，拜。Rap。哎、欸，我没有解除技能，赶走，赶走，赶走！哇，闪现呢、欸？哇，哎、欸，你怎么这么强啊？你怎么打我啦？欸、你，就阿旺，你在那边躲起我？哦，好了，我刚蹲在旁边，你完全我不知道你在旁边嘞、欸！哇，哇，啊、快跑、哦！怎样？哈基不行了吗？没事，我来了，来了。哈哈，操了！有被卡在门里了，是不是？有被卡住了？哈哈哈哈哈！谁被卡住了？哎、欸，这不是有 bug 啊？这门是怎样？我看不到啊，看不到啊！可恶！小心，在后面，后面，在后面！你怎么在这里？哎呦！不能被门卡住，我走了。又，我还被门卡住。我说我真的不会把我推到角落去。我觉得你不错，我要给你一个喜欢。我要给你爱心，我要给你爱心。我好努力呢。哇，太可惜了。这门很棒，很赞，直接把人卡住。太扯了！哇，太好笑，傻眼！哎，三个挑战都结了啊！你们那个嘞？你们有谁还有什么任务是要去什么地图玩的吗？我要艾利克斯，艾利克斯，我要去庄园。那个谁可以换一下？哦、阿万换一下啊？怎么换呢、啊？撞没关系啊，会有人变随机，它会变随机啊？是啊、哦，就没办法一定。对，我刚拿马克杯打哦，我要雷切了，我应该怎么换？按、啊、那个切换角色啊，切换角色。你改那个蓬蓬头就好。哦，看到了，看到了，蓬蓬头是不是？对，蓬蓬头现在没有人用。好，我看一下我有什么东西他可以换。谁是妮娜？我啊。嗯啊，看我给你，我是要给你看另外一个，另外一個没有啦。哎、欸，后面有没有？因为我那个啦，我的任务我发现有个是要扮妮娜。哦。好吧，我让你，那是哪只啊？变回阿贝了。妮娜就是我现在这只，就是那个猫咪的紫头发猫咪女孩。对对对对对。所以小雨是要去庄园哦。对。好，去庄园。我要按上去吧。有。我零七也去。我让你看猫团团口。阿万到了是不是？你好像按，哎，好像按到了。再一次。猫团团。哦，看到了，熊猫哎，左上角，胸口那边有一个。
是有猫头。哎，那张图真的是，只要躲在暗处，真的看不到。真的，嗯。我刚刚就在旁边看小雨把你吃了，然后小雨就走了。对，然后我身上有个解毒剂，就赶快去抽一下。然后你就卡住了，然后我就卡住了。哎、欸，我不是走过去的、哦，我是走在门前面。